菩萨，求你多多保佑七观音，一定让他早日回来啊！ 这两天心里闹得很，到这儿看看，我心里踏实些。哎呀，夫人，您就放心吧。夫人，菩萨，我吃斋念佛那么多年，只求天下太平。 永无征战，可如今动力再过战乱，怡儿去了北院，我不求他战功赫赫，只求他能平安归来。夫人，七少主不是来信说他一切安好吗？您就别太担心了。我担心的正是这个，怡儿他一向报喜不报忧的。 他的冻伤是不是又犯了？多少？就算这样，我都相信的很。军队里有军医随行，您就放心吧，他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菩萨保佑，保佑怡儿平安归来。他要做什么，我都依着他。 他想娶谁都行。哎呀，你就别研究这些了，这冻疮膏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成的。是啊，这都乌烟瘴气的了，怎么又糊了？没道理呀！大小姐，你这柴火忽大忽小的，油能不糊吗？ 不帮忙就躲远点，别碍眼。平时玩玩闹闹怎么都行，可是上了战场的事儿，人命关天，就得认真对待。你这唱的哪出戏啊？我大哥也是镇守沙场的，见不得拿他们开玩笑。